Thank you.
Thank you.
样打，你看出来吗？我真的不是加油的。你的脚是好吗？没有，没好。对。那你还打？再不打就那个。你看，我们打给伊芙打，他挑折他都有可能挑出界，所以说他失误很多的。不管什么，只是往他那送就好。你是情况？伊芙在后场的话，那我们不管什么球，我们都可以往他那。